我妈咪话唔见咗就算，但我就想揾翻。十一岁仔揾银包，自制街招网民撑。嗰个银包就系妈咪送俾我嘅生日礼物嚟嘅。为咗庆祝上个月18号就11岁嘅谦谦，妈咪啊特登同佢去铜锣湾 SOGO 买咗个200蚊左右嘅银包俾佢。哦，嗰个银包就系咁大咁大个嘅。哦，有灰白色，有隻北極熊喺裏面。我琴日學完琴之後咧，同個同學一起去食嘢啦。諗住買，我每人買2包薯條去食嘢。就喺鲗魚涌柏圍苑嘅麥當勞買外賣，再去搭巴士。上車就發現放喺環保袋嘅銀包唔見咗。佢就話唔使揾翻嘅，爸爸就話會買個俾我，但我都想揾翻嗰個咯。但系佢对个北极熊银包好有坚持啊，所以就决定同同学夹咗20蚊，印咗22张街招贴喺英皇道一带。如果你要执到一个灰白色嘅银包，可唔可以即刻打翻嚟我个电话？网民见到都拉爆啊，唔知大赞佢可爱同埋好撑佢，仲希望佢快啲揾翻啊！